由社团法人彰化县肢体残障协进会所举办的彰化县聚光杯身心障碍者歌唱比赛，今年已迈入第39届。今年有来自县内各种不同障碍别的选手同台一展歌喉，透过这个平台鼓励身心障碍朋友踊跃走出户外。我们办这个歌唱比赛是为了可以让我们身障者可以走出来，勇敢走出来，因为我们唱歌的话可以让我们的身心愉快，然后让我们胆量可以变比较大一点，就是让他们勇于走出来这样。自己完全是自己兴趣啊，然后自己听唱，听人家唱，然后自己练啊，然后呢来这边比赛呢练练胆子。结果本来以为不会紧张，还是紧张了。自民国73年开始，彰化县政府就配合身心障碍者规划办理聚光杯歌唱比赛，成为彰化县一项特色活动，希望让身心障碍朋友找回自信，改变人生。公益频道林义俊彰化采访报道。